现在开始仪器界面介绍。经过起始界面，仪器会进入一个主界面。主界面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：纤体模式、报纸模式。纤体模式针对的纤体大头跟纤体小头，报纸模式针对的强声波报纸头。点击进入所选模式，首先进入纤体模式。此处可以调节面部、身体。此处为仪器工作状态显示。射频能量调节，最小为零，最大20。负气压运力模式，长吸，2秒吸放一次，1秒吸放一次，1/2秒吸放一次，1/3秒吸放一次，1/4秒吸放一次。负气压吸力大小，最小零，最大20。时间，最小2，最大60。通过点击左右键来递增递减。开始，结束，返回上一页。